咖啡香吻。各位，今天是我们高雄市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的性别平等办公室就伴随着这个好闻的咖啡呢，就在这个地方哦，在红布后面。等一下哈，我们将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进去，让各位一起来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哦。那其实呢，说到这一个两性平权啊，性别平等哦，对高雄市来说哈，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它对高雄市政府来说不是一句口号，它是我们已经多年的这个行动了。自从呢麦麦市长上任之后啊，我们可以发现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市府的女性首长哦，高达40%之多，而且呢女性的主管任用也高达了50%之多。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清一色都是女生就知道了，婆婆先来起来。那我们除了要让各位共同来见到我们的性别平等办公室的长相之外呢，我们更是要跟大家来说明，我们要接轨国际，落实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来实现性别平等及所有女性的赋权为核心。正式要跟所有的好朋友大声的宣告，高雄欢迎所有性别样貌，掌声鼓励。感谢所有的好朋友热情的参与哈！首先呢，再一次用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的市长麦麦市长，跟大家挥挥手。还有呢，我们非常非常辛苦的妇权会委员，包括是我们的游美会委员，欢迎；周万浩委员，欢迎；韩阳委员、许珍妮委员、王继典委员、徐乃丹委员。辛苦所有的妇权委员了，同时呢，我们的许智杰立法委员也莅临现场了，掌声来欢迎。还有呢，我们许多的民意代表，包括是简焕宗议员、吴志荣议员，还有许宪议员、黄涛议员、林明议员，还有几位议员工作的代表，包括黄涛议员、郭福任、曾俊杰工作的我们的林助理。燕珍议员的刘执行长，还有孟如议员的曹助理啊，以及王一雄议员的刘书主任，另外还有我们的妇权委员啊，各位贵宾啊，各位好朋友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妇权会的所有的。我们先进好，我记得在第六届第二次的会议的时候，就提出来说要设性别办公室好。那我们的未来的执行长林秀执行长就告诉我说，那个委员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建议啊，包括我们后面考虑原两个我就都马上成立啊，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赶快哈，这个赶快来成立一个专职的办公室。没错，没有任何一秒的迟疑啊！我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妇权委员会所有的委员先进啊，在我们妇权会里面辛苦的付出，来让我们小组部门的前进。那第二个要感谢议会，包括我们旁边议员志宏议员啊，俊宪，还有万庄，还有林明，还有几位我们今天出席的几位委员的代表啊，他们啊。都非常的关心我们幸福的利益啊，所以其实一个进步的国家啊，其实不仅说在幸福的表现，当然一定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市府跟议会当然也是啊，所以几位议员先进啊，包括明年在议会我都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志宏跟王杰议员，还有俊宪范中刚刚范中要上来之前，先到我办公室，我说你今天怎么会跑来我这里？他说他要来参加性平办公室的成立啊，这假不简单啊。那个因为有时候一些比较冷门的议题啊，议员啊会忽略掉啊，大家特别跑来啊，真的是非常感谢啊，在议会有很多的我们的。议员先进也非常支持我们在性平议题啊，他们不仅琢磨非常的深啊，而且对于市府推动各项性平的政策
边缘多的一个指导。那正如刚刚司仪所提到的啊，他特别提到了我们女性首长的比例啊，我们在33位的比例中里面有12位是我们女性的首长，是36%，是六都第一名啊。那其实在选派女性首长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考量我来讲啊。能力各方面哦，其实我们的女性同仁本来就可以同样的顶起半边天啊，所以理论上应该是要50%是比较合理的啊。所以我们在第二级的技术上的比例，其实女性是已经达到50%了。那所以这个也证明说，女性在职场的表现都获得了大家的一致的这个肯定啊。那另外，我们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里面实现性平或者是女性赋权这个指标，我们会全力的努力，包括健康福祉、工作、经济成长、永续城镇等等各个指标啊。那我们希望说，也在我们赋权会，我们所有先进大家共同的指导跟给我们国台政策纲领上的一些建议，我们持续来推动到我们的女性朋友能够在生活更安全。就业更方便，那当然最重要的也能够有更多积极参与社会的机会，来为永续发展中我们努力的展现能够做最大的一个努力。那另外，我想在几项多育幼教或者是我们的长照政策，也都是因为我很多妇权会的大家的很多的一个建议啊，像今天为例。在主公托妇女的多育的照顾的部分，只要是参加主公托这个多育机构，我们今天在10月开始，今天已经宣布再增加2000元的加码的补助。那在主公托保姆的部分是1200万这个在六都虽然不是第一名本来是零没有补助那从10月开始来希望说能够增加来解决我们。年轻的我们的妈妈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些负担，来给予更多的照顾。那女性的产检我们原来针对这些弱势的妇女都有交通的一个补助大概最多是5000块5000元的补助。从10月开始是所有的妇女都有补助我们就希望说在产检的部分。可以，我们不仅在安全上，也能够有更多的这一个保障。我想，为了让我们的妇女能够免离恐惧，所以在中央在今年的6月1号的跟烧法已经上路，那我们市府立即成立的跟烧案件的应变小组，指派38个我们的家庭暴力防治官分发到我们各分局。来全力的来保障我们妇女的安全那也让一线的远景在执行的部分能够更加的落实。那另外呢我想我们性平办公室今天的这个成立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希望在我们妇权会之下能够有更多更丰富的视角来检验我们说市政府的各项的这个政策来完善。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保障妇女不分性别都能够在各行各业发挥所长，所有的人都能够带来高效，能够展翅飞翔。最后我还是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所有今天会的，包括我们议会，还有我们妇权会所有的先进，那我们一定会更努力。那我担任召集人之外，林秀是担任执行长，就由我们主持。来统合各单位，那里面大家在政策执行上是不是对于性平的这个部分能够落实所以以后呢，我们目前会开会我这个领袖就是被选的是的他是执行长那我们几位委员就可以更让我们的目前会更各局处的这些政策能够更加的。接近能够缩短之间的政策执行上的一些落差，让这个政策能够更有效率。所以再次的感谢目前会所有的
先进，那也要谢谢我们立委大伙，谢谢我们立委各同志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市长。在这边呢，有请市长请留步，因为我们要跟台前所有的朋友们站好不好？来，看前面喽。高雄欢迎所有性别样貌、性别平等办公室正式成立，掌声鼓励。在这边呢，我们将要来达到许多的目标，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包括了性别平权、健康生活、友善就业以及安居乐业。我们看一下中间哦，看一下中间哦，好，看一下左手边，看一下左手边，看一下右手边，看一下右手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各位贵宾准备要一起来，有没有站好吗？那我们五秒钟之后就要共同来揭幕了。五、四、三、二、一，请揭牌。这个美好的女力时代，来，快点吗？谢谢，我们高雄女力。